和这个女人认识。有事说事儿。这钱就是你的。你得再给我十万。图钱图人呢？图钱？没钱我哪也不去。哎呦我操！你俩要是再打，我正好打死一个。就让你他妈带人走，这里面是个村子。你说的他妈是古代吧？我是魏千来，没钱了，走不动。你讹人呢？你啊，给我留一个。那什么事儿？你俩不是他妈有人味都没有？别怂。我是你小舅子，那你就是我姐夫呗。我姐夫干啥职业的？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